男人气演员朴宝剑搭档金所炫合作的韩剧《Good Boy》即将在下半年上档，官方六号公开首播宣传照，其中朴宝剑饰演奥运拳击金牌得主的剧照引起热议，网友们纷纷直呼太帅了。朴宝剑展现超猛运动员形象，穿上拳击服重击对手，和以往帅气温柔的形象有180度的不同，打斗剧照超像真正的奥运选手，连粉丝们都认不出是朴宝剑。领奖时身上挂着金牌，脸上还留下受伤的痕迹，有网友笑喊：“拜托对手不要打他的脸。”打上2024巴黎奥运热潮，朱彦群也特地拍摄应援影片，为正在比赛的奥运选手加油。대한민국국가대표，화이팅！국보이，화이팅！